今天你们将开启时光 KTV 聚会，你们根据现在的座位分成两队，开启队伍比拼。比拼将围绕 KTV 对唱金曲大赏，一共分为四轮，每轮获胜的队伍将获得歌曲置顶权。本轮游戏将进入80年代对唱金曲大赏。哇哦，队名好戏连台，你们要改吗？好戏连台，我们改吗？昨天我们那个挺好的，好戏连台吧，我们保持吧，好戏连台吧。总之也记不住，没关系。我们改一个，我们叫捷足先登。哎，可以啊！哎，是不是？可以，我喜欢这个。可，捷足先登。好 ，KTV 对唱了是吧？对。有哪首是你去 KTV 必唱的那种对唱歌？你最珍贵。哎，好啊！对，基本是从我小时候唱到现在。比如说你呢？爱情买卖。广岛之恋。广岛之恋不能轻易唱。不得啊！广岛之恋不是说唱完了分手吗？哦，广岛之恋，对，广岛之恋。哎，我那还有那个好心分手，唱完就会分手。啊，真的。我每次都这样。来游戏了，来吧。谁看洗白几分怎么样，我要让你们分好人员，你在快进吗？在倒呢。名字是只有情永在，只有情永在。回答正确。哇捷足先登得一分，果然捷足先登了，被他捷足。不会成障碍，好像啊，真的是。风里都找到我，请让我闭上眼睛，感觉学友哥在我的旁边。好像啊，对啊。清风里都找到我，学友哥。哇，我闭上眼睛就是学友哥在旁边，真太好了。学友哥，我们有在一起录节目。我叫过张学友，模仿张学友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啊，我真的。他们两个一起拍过一个电影，那是不是张学友没有他，就是没有你模仿的像？真的是，跟你说，这跟他拍电影，他在我面前唱一首歌，然后他就对嘴，那个剧情说他要对嘴的，然后我说你一点都不像张学友，你像在对嘴。我跟他说，真正的学友哥是这样的，我把他推到镜头外面去。哇，然后他在镜头外唱，然后我在那边对嘴，哇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然后他回来就说，哇，真的好像，不是好像，是比他好。来，第二题了。两个字的，好像是。对，两个字的。对。没想起来。火星电台，请调到你相恋知道的频率好吗？他还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就坐下。你占用这个位置太久了。这就是选择吧？不是，这不是选择。不是选择，不是这样的。不是。哦，那我来了。好，换。我先说评剧。好，对了，评剧，对，我想说评剧，对。回答正确。捷足先登。想不起来这个字儿，评剧。评剧，对。怎么回事呢？捷足先登两分，耶。好厉害。啊。怎么了？我难过，快，这集中下一题了。
世间始终你好。回答正确。三分，三道。我们的名字真的灵光一闪，杰登仙。我们太惨，我们太惨，我们太惨。我刚才想站起来说铁血丹心来着，后来我发现可能不是这个歌的名字。很像，因为还是黄沾跟霍家辉的歌风格有点像，呼哈呼哈。反正听到呼哈就分不清是哪一首，是铁血丹心啊，也有可能是好那个男儿当自强呼哈哈。